我们也要做演卓别林吗？是的。那我们有胡子吗？我穿这个服装，拿着这个，简直。哎，我更不知所谓。双面胶是吧？啊，对。你刚才不是说粘乳胶吗？怎么变成双面胶？因为双面胶它的乳胶是不是高级一些？像不像？像，他像日本人这样。嗨，卢易姐。反正你不是我军的，我看出来了。一旦线，一旦线，卢易姐。真的很奇怪。来，咱们往后一点哈。OK， 跟你后一点。是你先做我们再做还是怎样？你先做我们再做还是怎样？跟我一起学一个动作吧。行。卓别林的乐嘉很像个地主，现在我觉得像什么？你像个地主。是的。好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？这样。啊，这样的啊，是吧？对，这样的啊。对。哎，怎么卡住了？怎么会卡住了？会打到。我错在哪里呢？要松一点，不要捏太紧了。啊。要松一点，它才能转起来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还是打住呢？往外。往外的吧。啊，往外，对，往外。往外面踢是吧？不是，是这样，拐棍是要往外的。啊，不要这样转。啊。这往外吧。啊不，这往外，对，向外，向后甩，这样啊，这样一踢就过来了。一踢，怎么还不过来啊？但是你转过来，你手转过来的时候，不要转那。那所以我不能做卓别林啊，是吧？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还有其他动作吗？另外一个动作，来另外一个动作，高级点的有没有？但是这个动作可能有点艰难一些。很艰难吗？有。哎，好。我先不起来。